小妖醒醒，小妖，是我，我是。 的寿命根本没恢复。如果我不去解决这件事的话，那些孩子还是会死的。而且我不想你蒙受冤屈，蹉跎苍苍一辈子。那你要怎么办呀？这样，你先回城隍庙，等我解决了以后，马上回去找你。不行，如果你真要去的话，你让我跟你一起。你听我的。不行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啊！ 私闯虚名境，劫走死刑犯，罪无可赦。李不归，你没了锁灵斩，我看你怎么救他。 没事，你怎么来了？别废话，赶紧去！
快走，小心。帝尊，老身已经查清。凌渊大帝，梦幽是被冤枉的。大帝，这个就是广平府城隍谢莲搜集到的，被夺走寿命的。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你的手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时间应该快到了。什么时间快到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小优，没关系，你现在已经安全了，孩子们也得救了，能最后再见你一面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最后一面？什么最后一面？我不要最后一面，我不要。小优，你听我说，你千万不要忘了我，你一定要记得我。我爱你。